欢迎好见老瓜，破衫破裤无人抱，感谢。谢谢大家的这个掌声鼓励哈，送上了这首大家拢会晓唱的阿弟弟的哎呦哎呦啊，你上贵了，感谢谢谢。那这首歌曲这些歌哈，都是让大家非常回味的一些歌曲，早期的歌。那么我想呢，连续听了两首都是这个福建歌曲哈，我们先来听一首华语老歌好吗？好不好？好哈 ，OK， 这首歌曲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，但是我相信好像在歌台上好像比较少听到这首歌，那我就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让大家来再来回味一下，曲名叫做《爱人是蜜糖》，有听过吗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对呀，听了音乐就知道了。哦，果然是有歌，谢谢。爱人是蜜糖，甜到心上，让你我宝贵的友情，也给我美丽的心希望。爱人是月光。让你我宝贵的友情，给我美丽的新希望。他乡是故乡，我乡是家。不管我哪里风和浪，有人在一起，山与山海洋，永结同心，永结同心，相爱白头。要欣赏的演唱者是谁？对，其实因为这一代哦，很多都这一代如龙威这一代、嗯，很多人都喜欢唱歌比赛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因为最少我接到这边要叫我当评审了，真的，成评审了，但是不好做，不好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唱的全部是新歌，新歌、啊。那这些老歌比赛的人，为什么他们不要去挖？对不对？要挖。尤其是最近很流
流行，就是福建的新歌。对啊，那个新歌，对啊，那个唱法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好。对，古早也考比你看，你唱了哇，你迄啥人看不出来？看不出咩？看不出，妈妈来出，看你爱在写回了，妈都看不出。大哥，你讲出来，大家拢知了。谢谢你啦，谢谢你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谢谢我们王雷大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怕什么？啊，那睡得着我无声，惊我怕什么？不要来叫，不要来跟我借，哪里有？六公公搞借，借两只娘娘大巴肚。是不要来跟我借，无了，你别剩两只家己用。所以吼，真的，龙，你这进阵他唔知呀。我咩？刚才忘记问他，为什么他不要人工受孕？这个真普通的呀、啊，真普通的呀、啊，人工受孕真普通啊。因为为了人不要孩子都是安怎啊？唔要惊加一个负担啦，对不？啊，让别人讲无惊就怕算吼。啊，阿秋啊。